それじゃあ出発しようか。みんな、僕のルートに沿って行動してね。相手のターゲットは誰かな。じゃあ、この宴会の歌に耳を傾けて。いや、悪いね。僕は別に信徒じゃないよ。哼，赶紧解决了事了。前辈，请您吩咐。好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大家快来我身边。你们有人想做我的颜料吗？いや、悪いね。僕は別に信徒じゃないよ。信号は安定、いつでも行けるよ。無論繁荣还是灭亡。前辈住、稳定。如此的悲伤。哇，差点死。苗阵真起来了。如此的悲伤。嗯哼。不过这就是生活的如此的悲伤。可别太过分。有形则无形，我的身体内部可是1400多。前辈，天灯有点热了。最適な人に我来帮你杀人。嗯哼，基本命令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好，我为什么要在你们这些低劣造物上浪费时间。前辈站住，稳定。最適な人に偶尔追求一些刺激，也是不坏的选择。